们都知道是林阳为你们这忙前忙后做了一桌的饭菜，你们还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未免太蛮不讲理了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来。嗯，太好吃了。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，爸妈？你们俩也老大不小了，还不懂节制，还都是教授呢。哎呀，这不是很久没有吃中餐了吗？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行，哎，好在啊，这个医生说是急性的肠胃炎，这挂完吊瓶呢，就能按时回家了。以后啊，可不许再这样吃了。哎，怎么样，好点没？好点了。好多了。好好休息啊。嗯。想想一会儿吃什么吧。是。爸妈。啊。这是我特意给你们定制的健康餐，之后呢，每餐都会送过来，你们慢慢吃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嗯，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可以啊，哎，还有春和榨菜呢，好久没吃这个了。嗯，赶紧尝一下。哎，又是什么呀？嗯，菲菲啊，嗯，那个店铺啊，能点菜不？能啊，想吃什么？啊，我还想吃上次那个鸡蛋豆腐虾仁儿和那个虫草花鸽子汤。爸，你这要求也是有点高了。没关系啊，您要。哎，妈，我看你们要是身体好些了，要不再让林阳见见你们？别，林阳那小子就别来了。这次啊，我跟你妈住院。他虽然跑前跑后，嗯，但是我跟你妈总觉得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合适。妈，是啊，菲菲，我们也担心你们以后啊两个人无话可说。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，这菜以后我就不送了。反正啊，我跟你妈是不同意的，你要是嫌菜贵就别买了，我们自己买。你啊，把那个店铺啊推给我就是了。爸，一点都不能让。那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田螺先生，你们吃的这饭菜都是他做的。嗯，说啥呀，就是他了。那个叔叔阿姨，要不我们先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小玲啊，哎，这段时间我们吃的饭菜都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我想着叔叔阿姨身体不是最近不好吗，所以做了一些清淡一点的。嗯，你们也知道我本来就开餐厅的，不妨事。怎么不妨事了？啊，你每天这中餐西餐兼顾营养的，费尽了心思，该让他们知道了。你都不知道，刚才我爸妈还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。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，我觉得呀，既然呢你们都知道是林阳为你们这忙前忙后做了一桌的饭菜，你们还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未免太蛮不讲理了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为人师表。
怎么就蛮不讲理了？怎么就不为人师表了？我跟你妈也没说不答应你啊。你们怎么，你们是同意了？菲菲，我们之前啊也是担心你，你既然这么坚持，羚羊也一直这么用心，你想清楚就好了。那就是同意了。叔叔阿姨，我敬你们一杯吧。来。好。好吃。羚羊这孩子就是不错。叔叔，我敬你一个。来，祝您生意兴隆。哎，据网络相关报道，近日吃喝榨菜经专家检测，结果显示致癌物含量比一般榨菜都要高出很多。虽然速食食品风味好，但牺牲了食品安全，总而言之就是有毒。胡说八道，这榨菜里面有这个亚硝酸盐是正常的，而且我最讨厌别人说这剂量跟毒性相关，简直就是耍流氓。只要他不是成吨的吃榨菜，根本就没什么问题。那个叔叔阿姨，我们家榨菜做了这么久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前段时间我们家还在研究什么轻食榨菜，就是让消费者吃着放心，这个肯定是没有毒的。纯喝榨菜我们以前就喜欢吃，现在的关键问题啊，是赶快和令尊联系，解决问题啊。是啊。要不要回去看看？